11月21日，周杰伦确认加盟电影《极限特工4》。此前加盟该片的中国演员还有张兰心和 TFBOYS 成员王源。《极限特工4》将继续由 DJ 卡鲁索导演，范迪塞尔领衔主演。电影将于2019年1月开机，有望到中国内地取景拍摄。对于周杰伦，在演技上肯定是没得说，不止自己自导自演了很多影视，而且走向了好莱坞，这已经是实力的证明。对于周杰伦参演《极限特工4》，网友也是很是期待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